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反正没好事儿。擒贼先擒王，速战速决，摆脱他们的纠缠。对，看我的！星空，星空，星空！小凯、大飞，立刻关闭星空超脑程序。啊，涛，关闭超脑，星空就再没办法对抗掠夺了。你们懂什么？一旦星空将超脑程序运作至极限，强大的自我学习能力会让它很快突破技术性变异点。什么？突破技术性变异点？对，那时星空甚至会成为比掠夺还要可怕的存在。是，立刻关闭超脑程序。升级，从这里进去。小雨，地下世界遭到袭击，红箭的升级必须加快。什么？红箭机甲已经安装完毕，马上进行测试。来不及了，先完成能量转换测试，其他的测试暂停。这，快！地球支援事关重大。是。见识一下了。
龙，该你了。铁拳炮弹，哼，我的铁拳可还没老，那就跟上。赤果亮拳，我们可能有麻烦了。和你在一起从来就没有缺少过麻烦。上，干得漂亮，看我给他来点硬家伙。怎么可能，小心，先离开，这里我来对付。远程攻击炮发射，老火箭怎么样？西伯，照顾铁拳。变态防御，再射我一炮。糟糕，来不及了，小风快走。哼，当我是吃干饭的吗？清剿邪恶机甲，很好。大夫，情况怎么样？哼，还是那个皮糙肉厚的家伙。不要硬拼。升级后的强力波可以对机甲产生干扰，降低对方防御力。正有此意。真是有意思。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本事。是，开始绝对防御模式。好，让我看看你扛不扛得住我这一棒。
盔甲损伤情况。几乎为零，正在完美修复中。跳跳，那些机甲越来越强了，每次都有新的强化能力，真是太难缠了。我们还有更厉害的升级方案哦，要不要试试？不，我有任务。等等我！快快，我可不想什么升级，现在的容量已经够美了。还不是人类制作的这些机甲，果然没安什么好心，他们就是来夺取地球之源的。总觉得哪里不对，大副说那些机器人一直与人类为敌。哼，那小子一定被人类收买了。老吴董，你说是不是？我还年轻得很。我们现在还没搞清状况。不管怎么说，人类就是罪魁祸首。对，应该马上做好开战准备，打得他们找不着东南西北。人类可不是老旧的柴油机，你们有取胜的把握吗？你这根据星空传递的情报，已经可以断定侵蚀了星空的正是量子生命体，我把它称之为掠夺。他的目的就是掠夺地球能源，把地球消耗殆尽。什么？应该立刻重启防御系统，彻底的。不行，星空随时可能控制防御系统，一旦启用，就会立刻成为星空的武器。难道要坐以待毙？目前的战斗都是由他们完成的，可以考虑于他们。守护人类的应该是护卫队，护卫队。就算失败，我仍然认为地球应该由人类守护。现在会议就先到这里吧。岂有此理！要不是你开发的星空出了问题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啊！天助我也！没想到地下竟然储藏着如此大量的地球资源。人类很快也会发现这些能量，不会坐视不理的。嘿嘿。机器人的困惑深深地刻进人类的脑海里。那些机器人眼睛里发着红光，唰的一声从地里钻出来。文倩，不要在意。我理解，我是不是太冒失了？头儿，市区遭到机器人袭击。可护卫队，我们现在就来验证一下，动车人究竟靠不靠得住。终于醒了。感觉如何？红剑，快来适应一下新形态。小心！喂，红剑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哟吼！怎么样，还满意吧？这个感觉真是太酷了。欧阳伯伯，跳跳，市区有机器人正在袭击人类。又是那群可恶的机甲。哎，可是您怎么来告诉我？哦，你潜入创新中心的系统是为何呀？我你跳跳，事关重大，
告诉你的朋友，那些机甲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动力实验室可不是白用的。真是个会算计的老头，不过来得好，正好试试我的火焰枪。希望对手不要太弱就好。喂，你们小心点。放心吧。还好躲得快，为了我们地球的命运就应该有人牺牲。哼，说得轻巧，那也不能牺牲龙眼，绝对不可以。有情况，是邪恶机甲，立刻联系大副。大副，大副，市区发现邪恶机甲，我和红剑正在前往。来不及了，先去救人。的机会，红剑，你那一枪太漂亮了。知道，知道你们爱我。我相信，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一定会成为朋友。